啊，我也是一样，首先敬礼长生祖师，敬礼了无和尚，敬礼沙迦正公上师，敬礼十六世大法王堪玛巴，敬礼图登达吉上师。啊，我们敬礼的啊，所有一位的大众啊，还有是啊，是这里有上师、教授师、法师、讲师、助教、堂主，以及各位同门。那我们生活中哦。其实我讲过的戒律是非常多，像瑜伽式的保健、四十法、五十颂、密教十四大戒，密教又有这个金刚戒，另外还有最重要的出家戒，金刚戒、出家戒、这个菩萨戒，这三个戒都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戒，也就是不是，也不是佛教的一个团体。佛教团体一定要守戒。释迦牟尼佛讲：“以戒为师。”啊，他走了以后，大家要以这个戒律为师，所以那个普方上师讲那句话：“开修皈依所设定，开修皈依所设定是台湾话，七首皈依书系地经。”啊，书系经，书系地经是什么经？是讲戒律的经典。所按照佛陀的意思，是以戒为师。如果失去了戒律，那就不是佛教的团体。一定要守戒，要一定要守这个戒律。那我们这个在密教里面有金刚戒。出家戒，你出了家就要守出家戒，还有一个菩萨戒，在家出家都要守，这三个戒律是最重要的。金刚戒啊，密教的金刚戒，出家戒，另外菩萨戒，这三个戒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就是说，那不守戒，那就是诈骗集团。我们拿的是佛教集团，根本就是诈骗集团。大家可以随便乱讲，随便乱讲话，或者随便这个背后诽谤啊，或者怎么样子。还有这个八卦特别多了，谣言四起，经常看到我们生活中的现象就是谣言特别多，八卦特别多，也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真实的，我们讲一句话，有时候讲出来的话也不一定是真实的。很多的都是错误，很多都是错误，或者是你是听来的，你就变成一个传播者。另外这个彼此之间的攻击也非常特别多。金刚兄弟也不能够这样子的攻击，彼此必须要协调，然后要和合，
才叫和和的身重啊，和和身是非常重要的啊，彼此之间攻击是不可以的。那戒律方面呢，就是中委会将来要处理的，好像必须要多听同门的意见，然后呢，这个中委会的处长跟委员一定要拿到切实的证据，啊，有录音、录影，啊，有录音、录影，还有书信，这些才能够算数。啊，中委会很多的处，啊，他每一个处，啊，都是要圆满所有的同门。还要取信于同门，啊，一定要有这个录音、录影、书信，这样子才能够作为这个证据。啊，证据要齐全，那你才能够判断啊事情的真或者是假，或者只是谣言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弘法人员也是一样。那么佛陀教我们以戒为师，这个我们必须要研究戒律，跟明天我讲的这个宗喀巴本身他提倡的这个戒律，因为在西藏以前几乎也是没有戒律的，大家都是个人做个人的，这个随便乱来，那也等于是说佛教就越来越衰弱，直到宗喀巴本身他注重戒论，他也讲解戒论，啊，也讲解所有的戒论出来，所以他才有创立格鲁派。那格鲁派的意思是，也就是守戒律。那以前的这个红教，根本就没有人守戒律，甚至不知道戒律是什么。那个花教、白教，到最后宗喀巴改变，叫大家守戒律，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那个像韦伯啊、叉叉，他根本什么戒律都不守，哦，根本什么戒律都全部都换了，他的戒律是全部都换了，啊，像那个四十老五十送，其实看了很多人都做不到。其实戒律呢，连喝一口水都有戒律的，点一个火都有戒律。真正守戒律的，你喝一口水都有戒律的。啊，喝一口水还要念咒的，才算这个水才算清净。你点一个火，你还要请这个火天神。从最小的事情都有戒律，啊，吃啊、喝啊、拉啊、撒啊、开口，戒律更多，所以应该要守这个戒律。另外，这个有一点的这个戒律，因为这是现实的世界，现实的世界大家都爱钱。那弘法人员，你如果啊这个钱方面
你如果不清廉，啊，不清廉，啊，你有贪心、有贪财的这个心，就已经犯戒了。啊，刚刚我讲的，我今天这个摩顶啊，给大家摩顶，中午吃饭。啊，在西雅图也当时给大家摸顶，啊，我如果想到说摸顶来，如果没有摸顶，我会损失很多。那时候下午要画又画，也会损失2000。而且有些人今天会刚到，他们很多弘法人员或者很多同仁，就是最后一天才会到。这个今天的这个实践龙袍，因为没有人，所以卖不出去，损失也很惨重。这个人家报名主起，啊，今天也是最主要的一天，今天也是最主要的一天，啊，今天都没有人，当然也是损失很惨重，但是你不能这样子想，如果师尊有这样子想的话，那师尊是不对的，因为弘法人也不能够有这个贪。的一个字出来，是以利益众生为主，而不是以个人为主。以你个人为主，很简单的讲，那你就是贪；是以利益众生为主。所以这个才是重点，啊，刚刚讲的这个什么一幅画损失多少啊，摩顶损失多少啊，这个竹旗损失多少啊，龙袍损失多少啊，这些都这种念头都是不对的。那佛陀也教我们要有正念，啊，正思维。你必须要有正念、正思维，你才能够利益众生。啊，大家要记得，啊，要有正念、正思维。啊，正念、正思维，啊，不能够为自己，只要为众生。这个就是菩提心啊！啊，宗喀巴讲过，他注重三个：第一个，出离心。你看，他很早他就出家了。他在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出家了，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出家。出离心很重，你才能够承担。众生的所有的一切的业，出离心，一个是菩提心，你要发菩提心，要利他的精神，要有菩提心，这是宗喀巴最重要的出离心、菩提心，还有一个中观正见。啊，中观正见，你不能偏到长那边，也不能偏到断那一边，不偏长，也不偏断。所以很多事情呢，大家可以衡量一下，大家可以商量啊，
彼此之间商量，那要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大家要协调，compromise， 大家要协调，彼此之间要协调，那么要做出最好的这个决议，最适合大众的决议。这一次的中委会比较有作为，比以前的中委会，以前的中委会，人家问我中委会在哪里，我说没有中委会，没有中委会。人家问我以前中委会到底谁在留守，中委会也没有人留守。以前有中委会的处长，有谁在做事，也没有人在做事。这一次呢，这个中委会大家通通都在做事，所有委员都在做事。他们要把曾国忠变成这个弘法利益全世界，要发挥这个佛陀的精神，发挥佛陀的精神，发挥这个宗喀巴本身的精神，佛陀的精神，这一次我们的中委会真的是在做事情，还是什么呢？我以前常常讲那个曾国忠，一盘散沙，一盘散沙而已。曾国忠真的很可怜的，假装那边，还有几分钟，还有五分钟呢。像我以前曾经跟那个马立之天堂，我说人家马来西亚猴子，新加坡姚中，台湾的汤先生。联合起来在攻击师尊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有600个法师，我跟这个麻利之天打赌，我说这600个法师至少有人会拿笔来广播马来西亚的猴子，新加坡的姚中，台湾的汤，应该会600个法师是属于我嫉妒的，应该会出来帮师尊讲讲话，会写文章。麻利之天跟我讲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，结果一问，3年过去了，这个诽谤3年已经过去了，然后我一问600个法师，你们谁提笔？那时候麻利之天跟我讲，如果有人提笔，跟他驳斥的话，你就这个。给他灌顶没阿谢里，我说好，那麻利之天你一定会输。麻利之天说不会，会赢。结果我一问之下，居然600个法师连一个人提笔都没有，让自己的根本丧失，让人家一直诽谤，因为。我也不看这个诽谤的文章，600个法师呢，就变成饭桶，
吃饭睡觉就吃饱喝饱玩饱，这三宝和尚就变成三宝啊，吃饱睡饱玩饱，还有什么宝？四宝啊，四宝喝饱，吃饱睡饱玩饱，玩饱四宝，睡饱玩饱吃饱，对。既然六百个法师没有一个人提笔，你看，所以我想生活中是一盘散沙了，根本上是死活我们不管，他被人家诽谤我们也不管，他被人家怎么样我们也不管，那就很惨。那将来这个总委会啊，不得了，总委会这个七大处长，七大处长啊，七个处长，七大处长啊，七大处长，还有委员吧，还有很多的委员，十四个职位，哎，这个新气象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的修行上会有成就，那么在团体上也是一个和合声啊。那么谁如果当了清净的比丘，首戒的清净比丘，他至少首戒的清净比丘至少都会成就阿罗汉。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啊！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们来点赞。我们再次以最感恩、最热烈的掌声，感谢圣尊的宝贵法语开示。